动作很快哦，我打麻将嘛。为非盈利幼儿园揭幕和小朋友一起做披萨，自己却先完成。台北市长柯文哲脸上很自豪，连南港立院换地案一样手脚很快。我们本来是说希望换地嘛，就产权比较清楚嘛，后来在议会也没有通过嘛，所以我们就按照那 SOP 嘛。换地不行，就下一个叫无偿拨用。那无偿拨用只要行政院核准就可以，所以后来就按照 SOP 走了。市府悄悄在过年前和中央达成共识，用权力互换立院南港坪盖土地的管理权，等于未来市府金库少了立法院每年5200万的租金。但当初明明在议会表决换地案胎死腹中，也能够惹得议员痛批，根本藐视议会。不会了，我们每天都被人家藐视，我们哪里敢藐视别人？政府不同于这个企业哈，唯利是图，你知道吗？第一点对我来讲，我们行政上。南港坪盖工程不能淡在那里。强调自己是退而求其次，不过换地案闹得沸沸扬扬，今年双城究竟办不办，同样也备受关注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且战且走了，今年底那个年底还很多很久。陈明通照你说不要走小门，像朱立伦他都有申请。对啊，我们去大陆也有申请啊。我让南哦。算了，不要开玩笑。话说的欲言又止，毕竟双城论坛可能就是民进党礼不礼让关键，就怕又说错话，也难怪说什么都得谨言慎行。你要说什么？不行，我现在忍住了。欢迎询问罗宇翔、吕嘉恒台北报道。